今天是12月16号，我们和平抗议的纽约华人农场和平抗议的第26天。今天纽约这天气是风雨交加，尤其是风非常大，但是看到了我们这些战友们又非常坚毅勇敢自信地站在这里，这就是我们新中国两百人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灭掉邪恶的中国共产党，我们不管风吹雨打，我们都会坚定地站在这里。感谢我们战友们。